朋友们好，我们又来上海了。今天是宝可梦官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8.0碧海暗影的抢先体验活动。听说今天上海台风预警，宝上海真会选日子。依旧是熟悉的宝可梦官方道馆啊，现场已经到了非常多我认识的训练家。霍哥，啊，老陈也抢到了，核销完就可以入场就坐了。今天打五轮，每赢一轮呢就可以获得这个8.0的兽包各一包。我们甚至在现场看到了口袋迷 AJ 老师。被我逮到了吧，非常低调的坐在这里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朋友们，现在现场人员已经在开始发这个8.0的肥包了。我们先去看一下现场大家8.0拆到什么。这边有一个小姐姐拆到了大奶罐的 AR。 哇天哪，这个小哥抽到了洛奇亚大手绘，你有点欧啊。昨天是非常有气势，今天又出来，这欧气要爆破吧。哎，这边有小哥哥，哇，莎莉娜的 HR 彩虹色妹。这个小哥抽到了神代的 HR 男人，而他的对面 AJ 老师， AJ 老师会拆出什么？哇，出高了，一张十二小姐 SR， 可以啊！哇，霍哥对面的妹子出了鬼龙大手绘，今天现场霍基亚和鬼龙手绘都出了，然后我隔壁的小哥出了两张高了。金水能，还有这个猫头木，接下来进入到我拆包的环节啊。我们先拆这个碧海暗影的竹。顺便说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，欢迎多点赞、关注一下。然后一千呢，这个8.0我们到时候来拆一箱，看看啊。雪童子、摔角鹰人，我不会连张 V 四袋都没有吧？小松，毕竟是我对面的人，让我很分。哎，但我有一张鬼龙的 V 啊，史拉蒂娜没了啊，有点飞。然后啊。8.0的笑，哎，我在抢先体验活动里边，哎，好像有闪啊！我在抢先体验活动里还没出过高，卡地狗，金属盾，男人，哎，四妹，啊，光辉的加拉奇娜没了，又一次什么都没有，喵头木的 V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拆开的两包8.0肥包和我们的玉组100融合在一起，组成卡组了。朋友们，马上要开始第一局了，你们猜我五局会剩几局呢？第一轮我们输给了对手的大纽拉，这个小哥还抽到了炎帝的手绘。不过朋友们，我发现一个规律，你输的越多，越往后遇到的对手也是输的越多的，所以我们后面很有可能拿到包。来看看我们第一局的小哥能够拆出什么？哎，苍响的 V。一张大礼怪，朋友们，我们第二轮输给了这个雷吉奇卡斯威斯纳的小哥哥，我感觉我跟那个送子观音一样。来看看我们第二局的小哥会开到什么？哇，龙王蝎，这个说不定诺基亚。哎，一张我很喜欢的毛球，朋友们，我们第三轮输给对方这个鲨鱼海兽了，明明跟我是差不多卡组，人家为什么能赢？来看看我们第三位小哥会开到什么？哇，一张陈奇，然后，哇哈，一张萨路德，朋友们，一共40桌，我们第四轮来到38桌了，不能再输了。我隔壁的39两个人都没来，怎么不是38呀？第四局，朋友们，我们终于赢了，打败了对手小姐姐的又是鲨鱼海兽，终于啊，我们今天赢了一局了。给大家猜猜看一下，我们这两包有没有可能出货？肯定不可能啊，就两个兽包。再来看竹啊。要出货的话，我跟宝姓。哎，一张化西龙 V Star， 意料之中。然后我们的笑，哎呀，这个运气，这是啊，出了哦，一张诺基亚 SR 绿不拉几的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个兽包次出高了，可以啊。那最后用这个跟大家说再见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局又是漂亮小姐姐。第五局啊，我们又是打败了对手的小姐姐，获得了最后一局的胜利。她用的是这个白马雷冠王。那视频最后啊，霍哥在旁边保佑我抽这第五局的包。必出东西。那你帮我拆包吧。我要手绘。先看竹。用这个跟吸一吸。这，我不可能再出了，我刚才也出一张了。啊，多龙，没有。我操，我这张了。你别老在我这儿飞。啊。挺好挺好，啥没有啊？哎呦，小妹，那今天视频最后呢，就我刚才开出那张诺基亚的 SR 跟大家说再见好了。诺基亚怎么说？再见。诺基亚，诺基亚。你好恶心啊！拜拜。